熏鱼，我们先把鱼切成这么大小的鱼块，然后腌一下，用这个盐和料酒。腌制一会儿，做熏鱼汁儿，我们需要葱、姜片、八角、桂皮、五香粉、料酒、生抽、糖、盐和水。我们现在全都把这些倒到这个锅里熬成汁儿。上火熬汁儿，火开到中火，慢慢熬。开了之后转小火继续熬。熏鱼汁儿熬到这种已经有大泡泡的样子，就差不多浓稠了，就可以关火，把这些葱啊什么辅料都给挑出来，就可以放凉待用了。鱼块我们已经腌了两个小时左右了，我们现在就要把它的水给它控干，把鱼放到厨房纸里。让厨房纸把鱼的水分吸干。上火炸了，我们把放凉了的熏鱼汁倒到碗里，等一会儿炸好的熏鱼就泡到这个汁里。油已经加热了，筷子已经放进去有泡泡，我们就可以把鱼放进去了。小火炸，炸好了的鱼趁热把它放到熏鱼汁里泡着。一直泡到第二批鱼炸好之后再拿出来。鱼炸好用熏鱼汁泡好以后，我们摆盘之后，我们再浇一点香油。撒一点熟芝麻。香味浓郁的熏鱼就做好了，谢谢。